错了，我们是 Ocean View 的，可是我看过 Ocean View 啊。哇，不错嘞，它是，哦，原来是 Partial Ocean View 罢了，我还以为是整个 Ocean View， 还是不错。然后看一下厕所，就这样子。我们刚刚 check in hotel 了，我们住的间是 Liberty Central 雅江，它是靠近海的，可是不是在那种beachfront 的那种 hotel 啦，我觉得蛮不错的。然后价格是 around 150块马币一天。现在我们就休息一下子，因为刚 check in 很累，今天很早就醒了。等下我们要出去吃午餐了，现在是 around 12点左右了。现在我们要去找东西吃，我们找到这间不错的，叫元达，它是叫菜吃饭这样的。这是咖啡色的，black coffee with milk。好，这是那个 spring roll， 好油啊！嗯，超脆的。我们越来越难吃。我们去走走越南的 barber shop。 那边买水果，水果吃的。这是沙锅大，然后这是 grape， 很好喝哦。我们到了雅江的最中心海边，超多人，超美的这里。好恐怖啊！我们成功过对面的马路了。哇哦，运河在对面，好多人在游泳啊！这时间5点多，不会晒了。嗯，还有这个 outdoor gymnastic。Bombastic side eye。现在是6:20，天已经快黑了。今天的第一餐就是 Grab Delivery， 现在我要拿上去吃了，回 hotel 吃。今天我们的晚餐就Grab 解决。然后这个是叫 Bap Sao， Bap Sao 是玉米，然后它有这些炸葱啊，然后有那些辣椒粉啊，然后有那些虾米啊，还有这个辣椒酱。我们在 Grab 叫这一餐才79千吧，79千大概是16块多左右。然后这是铁棍，这是里面有猪肉的越南春卷。嗯，很好吃。这个要点这个 fish sauce 哦，这是甜的 fish sauce 来的，有菜，有棍，还有这个猪肉。然后我们叫另外一个也是一样的，可是它有虾吧，很好吃。好吃喽。Good morning。今天是第二天在雅江啦，现在我们去吃早餐咯。去拿了这些，每一样每一点点。现在我们到了这个 Tapa Bonaga， 这里是30千一个 ticket， 6块钱。今天星期日蛮多人的嘞，这就是塔巴宝纳加，也是这里的一个景点，来到雅江一定要到的地方。这里很晒了，今天记得来的时候一就是戴帽子，不然就戴雨伞，然后擦防晒，我什么都没有做到，等下就会烧伤了。一个 Lychee Tea 和一个 Fish Tea。
我们在这个黄敦 cafe 这里，然后它是在这个church 的对面的。我们刚刚在对面的 cafe 喝完，然后来到这间亚特尼大教堂，它是两点开，现在刚刚好两点了。这些都是那些灵牌去世了的Catholic。吃饱了，现在我们来 Lotte Mart Gold Coast 这里走走，吹冷气，买一些 snack， 还有买手信。我们但是就早点买。这个哇，很小地方有的卖哦，我这个一定要买。这个好特别，这是那个玉米，煎玉米，买一包来吃。我看到这个好像那种是叫 try 一下。15000一杯，来游泳喽！我们出去累完了，现在就来放松一下。现在我们到了 night market。đúng rồi. Này bán bao nhiêu anh bán rẻ nhất? Thì anh bán rẻ nhất cho em làm. Mày là ít nhất có khi đó chẳng trao và tôi vừa chống bài ủ đến đó ít bảy. Nên đi vào mày kể nhiều rồi. Cái đó em mặc cũng dùng. 250. Dạ, mua đi bớt cho. 这里整个 night market 都是有卖吃的，全部都是买这种卖这种souvenir 的啊，衣服啊，鞋子之类的东西。有看它的价钱比较便宜，然后很多人吃，所以我就选择吃这间。还有我想要吃的东西都有。米海鲜，我们的海鲜到了，然后这个是虾，炒咖喱的，椒盐的 steak， 然后海鲜面。吃到完了，哦，好饱啊！满足，好吃。这里我们刚吃了总共755000，算起来是差不多的150块左右吧。不错，我觉得蛮便宜的，吃得很饱，然后很好吃。我们刚刚在这间按摩完，这间叫 Mox Spa， 这是我按的最糟糕的一次。这里按摩真的是。不是很舒服，然后我们按吃一个小时，然后他一直拿那个棍咚咚咚了头，应该有半个小时。我的是一个男生在按，他的手很多死皮，很硬，然后按到我的脚很痛。我们是200钱一个人，那个价格可以去其他地方按，会更舒服的。因为这间是在我们 hotel 附近，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一间，可是只是这一次罢了啦。这个是刚刚那个。按摩那边弄到他的死皮刮到我了。Good morning， 今天是第三天在那江的。
好晒吗？我们现在到这个 Vinpearl 的 Cable Car 这里了。我们坐 InDrive 过来，因为 Grab 会比较贵，贵差不多一半，所以 InDrive 可以砍价这样子，所以比较便宜的。很多人叫我们带一百 weekday， 所以没有什么人，然后可以自己一个人一个 cabin。 我要拍 time lapse。 好美啊这里。现在我们要去找个雨伞或者是一个帽子先。好帅啊，这时间没有什么人，不错。刚吃完午餐了，现在我们去他这里的动物园。是多维版画 World Garden， 这就是里面的 Indoor 花园，超凉的这里面，可是那个草味很重。今天的妆容也没有融得太够力，还可以。现在我们去我的Water Park。穿好衣，现在我们要去玩水了。我们刚刚玩完了。Unfortunately， 就是这里也是不能拿手机，也是不能拿人家眼镜那些东西，所以我就拍不到那种有什么东西玩。Thank you.
的晚上很美嘞，开完灯了。这里是今天早上来广道玩的，现在已经开完了。这里有很多小摊哦，这里有点像我们之前去的那个 Grand World， 在 Fukuoka 的，可以去回我的 Fukuoka 比较摊哦。等一下，这老板吃的肉还是什么？这是布袋。还卖了。OK 了，牛肉味很重。我觉得河内的还是比较好吃，就是烧肉、烧猪肉。我们的 Vinpearl 的一天就到这里了。我觉得这里是真的是蛮好玩、蛮热闹、蛮美的。可是如果你们要来的话，可以选在一些比较没有那么热的天气来啦，因为我们这是在年中，所以会比较热一点，记得要带太阳油，然后帽子啊这样子的东西。这个 ticket 进来是有包括 cable car 还有 Vin Wonder， 然后你可以去 explore 完 Vin Pearl 啊全部地方这样子。整个ticket 的价钱是180到190，这个也是要 based on 你在哪里买啦。我是在 club 买，然后我买那时候是有 promotion， 所以是170多，可是如果你们要来到这里买也是可以的。我没有错的话是950千一个人，大概是也是190块左右的价格。现在我们要搭 cable car 回去咯。我们在这边玛利亚那 Queen Spa 这里照搬了，这里有葱 juice。好细心哦！这间 Marina Spa 真的是 10/10， 好舒服啊，真的是好舒服。下次你们也可以来这边 try 吧。早安呐，今天是第四天在南昌了。今天的早餐我们拿得很丰盛。哇，今天就简简单单穿一件 T 恤。然后准备出去买 buff。现在我们到了这间 I Resort 买 buff， 这间是比较我们找到是比较多人来，然后比较出名的。这我在 club 买的，一个人是900千。这个是 combo package， 然后有 hot spring 啊、water park 啊，然后 mud bath 那种，我们是有包了午餐的。现在进去看一下。这里是有的租毛巾的，然后也是可以租那种泳衣。换了泳衣，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要玩什么先。这里真的蛮大的。去蒸它的 mineral pool， 好烫啊！真的是太热了，太冲了，这是开玩笑的热。挑战坐下来一下，人生中第一次买吧，加水吧，哇，好滑啊、哦！爽了，热热的那个水。这个麦巴佛其实它有很多好处，可以帮助皮肤变滑滑，然后可以release stress 啊，然后 blood circulation 啊，然后可以帮助你你好像很疲倦，然后你麦巴佛过后你就觉得很 relax 这样子。这可以在这里20分钟，20分钟过后我们要去洗，然后去冲凉，然后就去拿我们的那个票去吃我们的午餐。现在我要享受了。
要去麦当劳了，然后冲身体，然后刚去换这个 ticket 拿来吃东西了。这个就是包括在我们的午餐，有这个做什么肉，还有面包，还有这个 tempura， 还有一些菜，还有给一杯这个 watermelon juice。它的 water park， 昨天也是去 water park， 今天也是去 water park， 它这里也没有很大吧。我们的菜到啦，这是咖喱炒饭，然后有龟蛋，然后 ocean scallop， 这是 blue scallop， 然后沙巴，这是热刺炒沙巴，还有一个菜，我不客气啦。炒饭是蛮香，可是不够咸。这个也不错。吃了总共766500。刚吃东西那一间呢，我觉得就打分的话，我就给他一个60分这样子吧，一样，然后就很普通哦。价格的话就跟昨天一样，可是我这样子算来讲的话是比昨天贵，因为昨天我们吃得很饱的，今天就是半饱。现在我们来酒店鸭江东边走城湖鸭江 night market， let's go。今天也是没有什么人的，今天是星期二。包妞多少钱？15，忘记15两张。15。15吗？要一杯糖水喝。这个是 J-Top 吗？今天是第五天了，现在我们要去外面吃早餐，今天就没有在 hotel 吃了。现在我们来到这里，这里叫龙骨粉，是骨粉润。然后这里听当地的朋友说有很多早餐店的，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要吃哪一间，要吃什么东西。这个叫板干，板干是这里当地的小吃，然后它是用来烧的，然后它是有面粉啊、蛋啊，还有这些虾的啊。肉的 squid 的，叫我来试一下，还在冒烟呢。这个它的酱里面是有那个秀麦的肉，加很多葱，所以它很香葱味。然后这个我觉得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就有蛋味还有面粉味。然后是蜜广，它的面是这样子黄色的。
错了，谢谢。这个 recommended， 这个可以吃，好吃。我刚 check out 了，现在就在这里走走，看一下走到哪里，是在哪里，是在哪里。我们在这边吃午餐，跟牛村比边。傻逼，这间的 rating 不错的，很多东西吃。食物到了，我们叫了这个 tilapia stew， 然后它这个是个牛，它是用这个来煲饭，煲的饭，哇，好烧。它的鱼很嫩呢，很香，蛮好吃的。因为我很怕腥，可是这个鱼没有腥味，我觉得蛮好吃的。这一餐吃了191，不错。我们到甘榄机场了，现在在这里坐着吃文博等 check in。如果你们有兴趣来亚洲旅行的话，可以参考我的影片，看一下有什么地方玩啊，什么地方吃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5天4夜的亚洲 trip 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订阅、按赞和分享哦。记得留守我下个影片哦，下个影片见。